好多人问我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一直回答就是，明天做好，今天做好。你想要的梦想可能会实现，但是梦想永远不是固定的，梦想每一个阶段都会刷新。走，一，走，走，走，三，走。八，左胯展开，上，下。我从8岁开始离开父母，就这一路很艰苦，特别艰苦，我的脚步一直没停过，一直在努力钻研的做这个我自己这个职业。电视台给我打电话说，今年能不能当藏王舞蹈总监。其实心理压力比较大，中间遇到了很多困难啊、挫折啊什么，但是这是必然的。其实是人的潜能是逼出来的。每天晚上3、4点多钟睡觉，每天晚上。因为琐碎事特别多，如果没有逼的一个状态的话，你永远可能是安逸的状态。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文化探索者，在这条探索的路上，有很多人不理解。白马，你那个东西不伦不类。那我说，这个探索路上肯定很艰苦，肯定挫折很多。下一步做一些事情，我也肯定会遇到这些事情。但是我不怕，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一直在走。